把握天气已经转好的好机会，游客纷纷来到北港溪温泉区享受难得的假期。若碱性碳酸氢钠泉泡在身躯顶，和民众感觉是真爽快。也不少游客是全家大小同齐来泡温泉，也会当前往邻近的玻璃参观花卉嘉年华。对呀，就来走一走。嘿，这种天气泡汤就怎么样？哎，很舒服，就是不会太冷啊。就感觉冷来讲的，那个有热的哦，泡泡就不会是冷了。也不冷了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。不错，因为今天天气算很好，也不会说像前几天那么冷，所以说天气比较适合这样子来泡汤啊，户外的可以玩一玩。反正假日啊，就反正也没有说很远呐、就想说过来玩一玩。对呀、等一下可以到埔里去啊。对，因为埔里花卉嘉年华也是最近嘛，刚好这边玩了，可以到那边去。3、2、1，请启动！台湾温泉美食嘉年华正式开跑！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今仔的开幕，由南投温泉区延伸出来，连接花卉嘉年华活动，准备迎接下来一连串闹热美丽梅花花期。开幕了，那陆续在几个东埔温泉区，还有我们的埔里温泉区。那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这个泰雅度假村，我们整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二月份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花卉嘉年华，也是在这个期间同步的来举行。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系列活动是赏梅泡汤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两年前这个互助村啊，中原这个有赏梅的一个秘境啊，造成了一个轰动。那我想，我们希望游客到我们国庆跟仁爱的一个交界来，可以在这个季节可以有赏梅，可以泡汤，可以吃梅花制品系列的这个美食。北港溪温泉嘉年华活动，今日业者开放园区免费提供游客泡温泉。开幕活动中，也有一连串精彩闹热节目演出，甲来自各地游客同齐欢乐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来北港溪温泉区泡温泉，会当就近前往玻璃花卉嘉年华展览场，往惠顺篮球一路过。现在有红色枫啊叶，搁刷落来就是合作串的梅花桂，甲惠顺篮球的樱花桂。这条温泉路线绝对是寒天泡温泉、赏花海的第一选择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